我用另外一个方式。哎，张姐姐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 ，I finally got it to work. Oh my god！ 你跑去哪啊？啊，我跑去来跟大家开直播啊。你没有？你妈妈这边需要帮忙啊。你在我妈妈店那边。你在我的店里啊？对啊，我在你店里、啊。That is a surprise. Hi, mom. 你妈妈说那个她，妈妈说儿子要去直播了，所以她这里没有人帮忙，所以我来帮忙了。你要帮忙吗？你帮忙吗？我在这边帮忙，你看。对啊。对，知道我们家餐厅的在那个新城别高丽亭啊，哎、啊、呀，你们那个平时都是你在帮忙，怎么今天换成我啊 ？Yeah。Yeah, man. Happy birthday, bro. Thank you. 我的生日就是这个就 yeah. 对，因为我们我有客人，我有客人，我先忙啊。All right, man. 你讲，请问要吃什么？今天要吃什么？你真的站进去啊？我真的站，我在里面啊，我在柜台里面啊。你真的在柜台里面啊 ？Oh my lord. 对啊。妈妈说生日快乐喽。谢谢，谢谢妈妈。Oh my.对，这次跑去你们家店里耶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哎，我觉得我人不在那儿帮忙。我猜你哥也在那边。我哥不在啦，我哥不行啊，我哥在家。哦、对, 对, 对, 对啊。对哈、哦。我找我哥，我找我哥哥。Where's Harry? Where's Harry? There he is. So, Harry, Happy birthday! Yeah. I'm getting as old as you. Can you hear me? Yeah, I can. I can't hear you. Can you hear me? 我是为了看姐姐来的耶。I know, I figured.